30就30，就30吧，30块。啊，只要我把里面这个瓶塞完好无损拿出来，就算成功是吧？对。嗯。只要我往袋子里面吹一口气，你看，它就能出来。啊。啊，看着啊，不可能的，没啥是不可能的，吹一口气就能出来。我让你知道读书的重要性。那我跟你读的书一样多嘞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是吗？我读书，我看一下，这样，哎，你弄个袋子，一扯，这就出来了。我都说2秒钟了。